走。好吃吗？这家可推。我们买了一个三椒煎饼，然后现在现做。来一杯清凉的椰子汁。
要来吃大白鲨。香芒果机场非常的厉害。下面尴尬，它是有点微硬的口感，可是它的内心是软，蛮 Q 的，很香，真的好吃。用料感觉都很实在，他们一整个虾子都放进去。Say hi。好不好？